所以我今天其实这几次打下来，我觉得机器人比较好打。会有吗？那就是因为我都是从远距离直接射一发过去，然后把它打爆一样。是啊，机器人也可以，就是怎么讲，你可以半路把它截胡，它不会，它手举起来，你还可以把它干掉这样。是的。什么意思？有新的装备吗？没有，还是一样是机枪 ，mini。真的干你啊，不要机枪了。我真是拜托，机枪真的很烂，连屁用都没有。给我多一点长矛，还会开心一点。啊，长矛开心。Allied Destroyer has joined squadron。啊，干！你叫我。他们叫我们打的那个地方，秋衣是哪里？秋衣是新蛋。要不然打个几场黑幽大夫，再转204了。也是可以啊。你还差多少样本？我样本机快满。样本机快满。你是橘色的吗？我是插超多橘色的，我橘色插到大爆炸。我看一下我橘色还要几多少？橘色真的很缺啊！我现在差一个，差两个就全部升五级了。那秋衣不是做完？没有，秋衣我们还没打到秋衣去，然后没有什么用，算了，继续民族太空战吧。那现在民族太空站没有人要开那个，没有人要开飞鹰空袭，大家都不够吧？大家都不够点数。我觉得他要的东西太多了，前两次吃太多了。对啊，那也不是什么人都会叫得起，要很多人一起去叫。刚刚有斗地。因为他都那个限制你那个一个人可以捐的量，对吧？但是其实你把你全部捐下去，你也不够啊。他要的那个太多了，他要的那个是可能几不知道几百万吧，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几百万的点数。你机器人的地址探测应该没差吧？他会一直。他也会叫东西出来，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叫什么。你把他打下来就可以了。酷啊！我觉得机器人的那个什么东西啊，机器人的那个可，就是可预期性最高，因为他妈就是飞在天空给你看。就把他打下来，打下来你还可以拉真源直接消失。对啊，真源的那套飞船会直接成为他的那个目的。真的就是直接船直接砸下来，其实他刚才前面有空降人下来，就会被飞船直接砸死。那船掉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击杀速度增加，人齐数。我还没有叫长矛。靠北路烧起来了，所以我说那个石头
The thing too. Calling in reinforcements. The thing too. Calling down the support weapon. 长矛掉下来了，真有 boss。我干，那个上去吗？我靠，没有。怎么会？对面也一台。哦、oh, shit！ 哦、oh, god！ 我被丢远方去了，你怎么狗？你怎么狗带的？我被射中了。啊，搞喂，很小了，你跑过来捅我一刀，然后我还不能反击，是三小。为什么？为什么打不过呀？我干你你啊！直接走进来，然后给林北一刀，或者怎样？有呢。去死我！去死我！一些大乱战。呼呼呼！后面后面后面有那个肉巨车。我什么鬼？你这也是直接一刀被嘎走，一刀被嘎掉。被鞭子宰掉。一刀直接送人走，真的很烦躁。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人造的那座高台还是做做打做打。我的妈！零年，我的。我没去。不知道我们中，你中吗？没有。兄弟，没想过。我、哦、靠北，怎么是有坦克啊？对，坦克这里。呼呼呼呼！啊，我重点是直升机到底哪位？听到直升机啪的声音，那种说直升机会怎样？直升机是那个吗？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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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来来，等队，等队。我等，我等，我等。我要先到这附近先清的。娘！啊，一堆疯狗。王八蛋！撤喽，撤喽，兄弟！跳了，跳了！人都还不回来啊 ，S 三！哎呦，我的送花小。S 三是要迷路哦、啊。是三迷路了，不要哦，真的是不要哦，真的会把你丢弃哦，真的会把你丢在这个垃圾星球。在干嘛？不要再捡了，回家、啊，好吧？这星球没有救。七十下来就可以走了，没办法。
下楼了，上楼是卖衣服的。咱们假设一部作品有着精致的游戏设计和玩法，动人的音乐跟美术，却因为游戏主打性感魅力。八十八等而已。直线了。Mission coordinates locked. Help pod prime. Engaging orbital thrusters. Allied destroyer has left squadron. What about here? Orbit synchronized.新手装，新手装，哪个新手装？这是真的新手。会吗？他那个是三哦。他为什么带机枪？不是有机枪的吗？为什么要带机枪？太新了吧！太新了，带两把机枪，那个令人心到不可思议。我靠北哦，这个先直接下来一个大爆发。我直接坏了吧，是哪个东西？这个背后客，叫你哦，兄弟。哦，你看哦，浩克，叫你俩浩克，没有我浩克我丢了，用驴子炸掉，我丢完了，我只是瞬间一个没送而已。没事的，我还活着。你活着，我还活着哈。我帮你看到他们什么东西要打。活着、哦，所以不是你死掉，不是我、啊，是队友死掉，是吧？你叫一下队友。OK 啊。好，没有。那个是绝地弹。你启动一下。OK 啊。为什么会有两颗绝地弹？两颗都启动好了，看可不可以两颗都启动。我不可能会死，两个都启动了，啊，两个都启动，我不知道会怎样，靠背，我一超大，你直接把你上路走，但两个都启动，以后都启动两颗算了，那你要两颗都叫一下，可以啊，那有时候同时丢就可以了。浩克，你想要干嘛？直接干过去吧。防空炮，防空炮，爆了！啊，就在你背后，抱歉。我不接受那个、哦，没有事。
那怎么还有？怎么还有垃圾车？什么垃圾车？不知道怎么会？我怎么往后跑的时候还有一台坦克在跟我开玩笑？我前面有那个啊，那个叫 CD。你是拿坦标枪？没有反坦克炮。干你娘！为什么？干你娘！对哟。我是拿后坐力炮去走。啊啊！哦。谢谢。是不是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要打了？上面有。二组那种热车怪，二组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真的是蛮难打的。你没有标组之前，你跟小狗狗一样被他偷飞，你是被打的。对啊，二组是不懂会，不准。你不准拿你的手在那边射信号弹。你看他这个就很方便，他就不会一直冒出来，这样就很可怕。不靠北，你娘！这是怎样？死啦！我要到达地质现场。靠近目标。这里吧。好，抱歉，谢谢。拜。标，那里是目标。哦，对。哦。OK。Ocean Man。啊，应该刚刚做干灭哦。痛死！速发射！这边真的不太妙啊，兄弟！确实。一次他会遇到两个巡逻队，但子弹真的会打干。这有乖乖偷怪给我，是找到样本。那什么机器人空降？干你！为什么？为什么？干你呀！哦 ，shit！ 干！没有人帮你啊？没有。我操！没哦 ，shit！ 干，他三个都没有人帮你，超级乖。没事没事，我在快速之旅。我发现那个什么，
机器人的未爆决定弹很多哎、欸，他们自己也会用吧？我觉得他们的科技术应该有点到决定弹了。我干你啊，痛死！就是有可能有些决定弹根本不是我们射的，是他自己搞的，他们自己搞的。干你啊，痛死！来哦！火弹发射。子弹直接打完，谢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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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打，往上打。反一次降下来四台飞船，自己一个人干，完全打不到，完全打不赢。不知道鸡腿，不知道鸡腿。可以飞。打不赢我还能飞、啊。用跳背包，呜！你直接封狗远一点。为什么？你要干嘛？什么 tank 啊？啥小啊？什么鬼啊？这是什么？这是雷达站。雷达站你解了？那雷达站你解了？因为我看到上面雷达在转，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你要进点了吗？对。干谁跟我叫？哦，你要叫，你要叫资源补给 ，OK。不会这样，你帮我刚才那边打不赢，我刚才那边有点惨。Mission at 30 minutes remaining。嗯，这边也是一路杀过来。Engaging terminal。我靠，你有那个反坦克，其实就稍微差很多，我觉得。为什么要空降？或者一定要空降？我们需要立刻。爬高。没有，我还需要那个弹药啊，空降在他那边呢、啊，靠背、啊。没有，红灯也过来了。那、啊、我需要补给。那个我等一下，那个我没办法，那个我没办法了。我先打这台。没有，好装备可以。后面干啊，血门。来陪葬，哪小啊？这是什么？这什么？那是干什么？还有？干我还没有热，还没有。靠飞！我这后面有东西啊？有吗？没有，后面的东西都是小。没什么东西、啊。你还白痴哦、喔！往上升干嘛？哎呀，打不坏，脚堵没有办法。但你哦，这个是一直降的，好可怕、喔。干你！哦、oh、，shit！ 还有吗？我干怎么还有龙机啊？干你！又是干！敌方有可能会死，敌方烧死，没有。浩克丢了。没有子弹。在逃跑，各位，我教徒又没子弹，OK， 有
现在是打最后一个大宝点。啊！掉什么？掉什么？他总算有掉下来了，没办法。如果我现在没有子弹，我都没有办法打，我没有办法打点。Sorry。缺什么东西的子弹？毒武器啊，焦土，我爱焦土的子弹不够搞。我要这样想，焦土啊，是了，打错吧？这。那我焦土已经没子弹了，看在上一轮你打我没子弹。我说刚，我说刚那个五十五百吧，我丢的。哦，看见了吗？我翻你了。哇，我丢丢。哦，我刚死啊！怎么没子弹的我？我怎么还有人？打掉了。好、OK， 合理，不用。打一下嘛。撤。叫 supply。那怎么？啊？打，等一下，我叫 supply， 不然再走。那个。干白痴吗？要叫支援。看一下。啊？你叫支援？有白痴叫支援。有支援。哦，干，看到了。干没中。打吗？还没中，没中，没中。哦，第二个我来，好像我来不及，我没办法再打了。没事没事，我丢了丢进去。了解了解，我靠，你怎么挂了？直接把你直接叫上信号叫出来吧。刚刚刚坦克没坏，坦克没坏。嗯，表现表现。我现在烟很大，都不太懂。他死了。哦，那你也挂了。不会，我打针的。那个可以靠灯去吃五百，冲击冲击获得，通常五百会死，都是因为他的那个下降冲击会死。嗯，就是你被弹走之后的那个瞬间，那个冲击会死。可以撤退咯。OK。嗯，你要怎么撤？回家。我有点想。我想要，我想要怎么？你要绕一圈吗？要怎样？但这好像没路哎。你有喷射背包吗？我可以再叫一个给你。不用不用，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这图的底还有两个地方。这面有那个奥数。奥数啊！不好意思，为什么会有机器人空降？你那边呢？不是你那边的。我有 tank， 真的有台 tank， 我受不了啊！掉那个。我操！哎呀，哎呦！喂，你挂了？你挂了？是他那个大声。喂，你别降这里，你先降这里。OK， 来了。那个松开。
但我不知道放开没有，可能掉一堆东西耶，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捡。啊，去哪？去哪就好，去哪就好，没事。大小乌头。对。我干你啊！怎么会有人？有那么多啊？我巡逻队。怎么会有巡逻队？这巡逻队太多人了吧？怎么样？我直接，但是经过，没有，我直接丢镭射过去。然后再走过去。你有需要喷射的地方吗？还不用。对，应该喷射的地方我喷得过。队友，队友拿我的遗物。有吗？他有拿遗物吗？他拿我的遗物。我丢一个在你们这个对岸桥上。你要过来的时候，你就直接拿喷射背包。我丢那个可以跳过来那个河岸。没有机器，就叫撤退吧。嗯，那个。直到有看到有奇异机械在搞，怎么可能还会动？什么鬼？T4, could you give me the symbol? That, 不用跑了，不是吧？好吧。啊你啊 ，Oh shaman, fuck you.No fuck you！ 真远了，真远了，真远了，没有人可以帮你们。我死掉了，我死掉了，我。Fuck you！ 太多太多，我大爆炸了。看你俩如何。他在想，为什么？哦，来，你靠近我，靠近我，靠近我。不是，我先近点，我先近点，我先近点。里面有一台坦克，我知道。我不在。哦，谢谢妹，我可以了。又掉掉了。等一下，那种远方又有一颗红针啊，那怎样啊？你要白痴哦！接受那么多红针啊！
那、啊、他们呢？他们还在绕路上。有问他什么东西在打？你有拿喷射雷吗？有，我拿喷射雷吧。我本来想叫拿样本过来，拿本。滚不滚？哪里有机械？那怎么勒索机械了？我靠，被坦克 ！Thank you。哎，后面有坦克。我丢了。Thank you， 干你！哎，怎么又有巡逻队？要不要走了？我靠！我走了，谁想走啊？别走！我只是在建立撤离点的好防护点，怕这个附近的那些白痴不要怕进。赶快跑吧！今天等都十九等，太弱了吧，太惨了吧！他在虐待我。等我一下，我这个电话。升一个什么任务？还好，飞弹。飞弹。干，这些真将是步枪仔，他是拿步枪的。他们没有脚杵啦，十九针解不到脚杵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手上这出现的武器是什么。哎，难怪他们看到那个，他们看到浩克是真的没有救了。那他们真的是没有对抗浩克的能力。他们没有铝这个弹，什么都没有。这边吧，这边吗？那边比较撤一点的旁边，撤一点旁边的可以那个直接飞过去。我是想要全程用飞的啦，就全程飞过去。慢慢跳。只是装备，我在想一下要带什么比较。点空，有人有五百，他已经捡到五百了。那500耶，500有这么全面可以解？那存钱买的。你控制是带普通靶啦，那不是还不是铝制靶啦？他没有铝制，他没有铝制哦。这里是哪里？经典的啦。好啊，那朋友。你挂了。这是英勇神的。哎，有什么叠空降啊，白痴哦！啊，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叫我装备下来，我现在工匠刮胡椒。是有人给我在那边叫那个啊，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啊，还是有一点点啊，我就去拿扣，我带他们去打那个，去打那个的，那个谁去拿鸡腿，鸡腿在哪？我不要了，不要，我看到了，我带他跳过去。我想说我先把我的装备都叫出来，不，我跟刚那个飞机真的是爱莫能助，我那飞机真的是爱莫能助。我靠，别看被这个装备砸。那个终结广播。太容易看到了，大大点。哦，你存这么多，打完了没有？遇见人吗？啊，不会有，不会有巡逻队往外走啊！我接受巡逻队。不接受巡逻队，谢谢。这个是真的，真的是有。我这种地形好像比较好找鸡腿，虽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看不太到出来，但是还是真的是算好找。开过了，但是开过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被巡逻队看到的几率很高，然后大爆炸。哇，队友很认真的做任务。他们这种十九点都在打雷波，有空阵来就没有队友啊。其实讲真的，我也可以拿十几等的装备去打这个雷波，给自己发射飞弹。我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很不舒服。保险没人，保险。那个是什么？那边是怎样？那边是遇到怪物。我已经拿到扣了。我说你那边是被叫真元。对，我就被叫真元，我拿到扣了。直接走，直接前往。是。抱歉。我发现，我干你啊！我痛啊！怎么可以那么准啊？太准了吧！太准了。直接去发射了，别忘了。那个我想要。哦，等一下，等一下太多。抱歉。Have a taste of democracy！ 你好，干扰器。在哪里？哦，防空炮的干扰器。Found something！ 里面的。
应该不行。Bag's empty.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of freedom?就我在捡。那个是防空阵地。防空阵地，看到了。是。对。哦。Requesting orbital.他到底在哪里？我差点被烧死！操！我操 ！Reloading！ 走喽！走你喽，各位！放屁！呜呼！不好意思。摔死，痛！偷偷偷！哦，干你！哦，干！谢谢你。我不要死。哪一只啊？哪一只啊？这么不行。那你没有坏了，后面还有一台，没有，我要进，我要进大点，对，我在设备上。我就是飞弹，对。Another step toward galactic liberation. You may extract when ready. 告别，人那么多，起来。Requesting orbital. 感知超大点。点超大。六秒。这是什么垃圾点？然后一直出两台坦克。啊？什么？什么？你得叫，你得叫，你得叫那个光线直接进去打。为民，队友叫光线。来等等。但这个点，这个点，那个一次出两台坦克，常驻两台坦克有点过分。Calling down a support weapon. New man. 走喽。Air sample acquired. 这个，我还没有过。Calling in reinforcements. We've got equipment. Southwest. 太多了吧。加了1000。We've got equipment.
在被空降。不是。有啊，我发信号弹。Tagging location. Dropships. 刚看到了，麻烦死了。Reloading.你打坏。What injury? Have a taste of democracy. Have a taste. 这房子炸掉，好不好？没救了。大家都到了，我到了，走吧。撤！少一个，少一个。
一个我看不太懂那个叫什么，我就是看不太懂那个符号是什么。把头盔吗？不知道哎，反正那个刘四方形像电视机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防空飞弹，防空飞弹。那防空飞弹。我去个厕所。OK。Bots out of commission. Allied destroyer has left squadron. The enemy is attempting to seize one of our planets. We must join the defense. The bots plunder this planet. 如果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没有加成的话，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待在这里。对的。任务是这样。任务。但你最近有想要打虫吗？虫啊，虫有虫的打法，机器人机器人的打法。对的。保卫。那感觉要光明彻底差。We near operational completion。干不要这个。干把机器人算了。从头难打。我从的打法就是拿燃烧类武器一路 A 过去啊。不要防守。啊。还是可以。树上公园。大地图。What about here? Orbit synchronized.
telepod launch initiated.被烧到，我是被那个被烧到，没错。我开了，我开了，开绝地弹。装直升机啊！有帮吗？我没有对抗手段呢、啊。我说我。走了吗？没有，没有他。被坦克炮打死，有具有很多两台两座。Objective critical stratagem available. Objective critical stratagem no longer available. Point me to the enemy.
大兵，可以启动了黑油榜子。对，在这。你知道焦土打下直升机吗？怎么打？打哪里？打他的，打他的，打掉。Get away,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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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知道。哦，炫门。打掉。OK， 我打他翅膀。
别叫吧。OK， 但我这又有两台直升机爆炸小。啊小为什么会？还有直升机工厂吗？应该有。啊，被找到了，开始。啊。叫。Reloading。打掉了耶，还蛮快的、啊，就是这么快。是我错觉了，好，可以了，掉了，带一个弹夹，一个弹夹的掉了吧？哦，胶土要有十个弹夹吧？看你是太久没有看到，你是看到太久没有直升机坏掉。直升机都很砸掉了呢，就是你还有第二座吧？哎、欸，快砸！哎、欸，怎么这样子？但还是他这个星球有改那个特性。For another mission, Helldiver? The freedom of the galaxy remains in the galaxy. Let us join the fight. 解锁大地不公平。哦，什么？
我要想要设定。把地图攻杀了。嗯。一下，那个小地图公民根本就是要杀要杀机器人，又要救谁？要救我。然后公民就直接穿越火线，然后公民就死了。然后公民根本没有办法活到最后。嗯，不对，带多就不用带弹药背包了。嗯，但是比较好，带冰空气。带长矛就不能带弹跳背包了。有大炮吗？请教装备。我的长矛，蓄势待发。感觉远方马上就两台直升机啊！李米，看到吗？不要看，我看到就不算了。拜。让全军出动，李米。机器人工匠，很苦啊！哎，真的需要帮忙。怎么样？快好了。你的，你有带什么长矛什么的吗？没有，我有带，不知道怎么掉下来。好，看一下是不是走一台了，好像走一台而已、啊、没事，我打完了，只是人有点多，人大炮等下会有点多了。因为我把他家拆了，不然一发直接射进他的家。
Tagging location east.有迫击炮吗？那迫击炮的点只是轨道炮。升天。我操！老弟，白痴哦！老弟炸了。对，这真难过一点。对。Reporting to the front。护送公民喽，兄弟。Sending down sentry。干超远的，救了一路，自己加油。OK， Bye。我好像不知道公民在干嘛。侦测到机器人空降，那会是我们这边吧？对。而且。Drop ship。对吧，兄弟？啊，不行！公民能量爆炸了。
看一下支线要干嘛。Mission at 30 minutes remaining. Requesting air support. New mag. You have ignited the torches of liberty. Extraction awaits. 没错啊。你们解得掉那个吗？是那个支线吗？对啊。我还在过去。应该那个之前我看不懂是什么，搞用黑油棒打，然后黑油棒就不确定进不进来，我看我充沛感觉，有点吵。Drone supply beacon， 有点不去。Deploying equipment package。Calling down a sentry。没叫错啊，不记得。被我叫走了，靠背。嗯，拜拜。叫的。是，看我放两发标枪应该够吧？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也看不太懂这个点，好打。子弹痛了。反而黑油棒，我先试试看他打不打掉。哦，需要生物攻击，没事，可以。这一刻是结束了，这是高歌离奇的一天呐、好的，今天都没有样本。Calling down supplies. Calling in extraction.
流动吗？那一颗就可以补满全部的标枪，那其实一颗什么？就一颗那个重新补给的弹药箱，可以补满全部标枪。啊，对，没错。太棒了！你是去工厂吗？在自己工厂，白痴！你要去吗？去。他三要跟你过去。跟他同归于尽了，不是，我被打到水里去了。我们要咕噜咕噜了，对，我要咕噜咕噜。看你，看你还没挂，挂了。叉三还要跟我打。叉三打得掉吗？换掉我自己掉了。不知道叉三的状况好不好？叉三带药粉，药粉都在我身上。他拿什么？他拿了燃烧散弹吗？那燃烧需要干欸，我不够。他拿燃烧需要干欸。二七的。他拿的是前面那把燃烧破裂的。傻小，我是听到小孩子的笑声。Tis Vivia， 那是小孩子。我们还有一个雷达站没开。意思成为卖点，而惨遭媒体的批评指责，导致玩家社群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对此，玩家们又是否会毅然决然的支持下去呢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剑心作为2024年最具争议的游戏之一。没射火箭，又要射火箭啊！对啊，这个打完都要转场204。可以啊，204。看一下，我现在那个样本真的是少稀缺到不行。
太空模组根本绕塞，电路过当。我没有，我不是学长，我没有电路过当。跟下面那个简化发射流程是很重要的、啊，简化发射流程很重要，所以还是一定要接那个电路过的。又是飞弹，对呀、啊，扣苗扣苗的干，先准备了下一个设计师啊。最后带五炮打完了，接下来是二零四。啊，你有买那个帽子吗？你有买那个帽子吗？那个 Make America Again， 你有买那个官方出的帽子吗？但是我买了川普概念股。哦，干，我买的，我想要买的是那个 Make America Again， 然后在军中里面戴那个，在军营里面戴这个。Make America Again， 这边吧，中间吧，可以下吗？这里啊，看一下，对吧、啊？买了一堆虚拟货币，现在赚烂，好过瘾。赚烂，赚烂，第一就是赚够就跳，这记得要跳、哦，不然有我不知道会不会跳出，我不知道会不会爆炸、哦，应该是不至于啦，最近应该还好。比特币还在涨吗？没有吧。不是啊，是其他小货币。你以为是你会不会叫比特币吗 ，brother？ 只有其他，还有其他小货币啊，我不知道其他币有。他不会以为虚拟货币只有比特币吧？没有，不是、啊，还有其他。比特币还有谁要涨？不是，除了比特币还有谁要涨？很多、啊，有很多东西在跑。全部啦，是吗？全部都在跑。真的啦，我随便买。现在我68万，现在已经都快30万了。嗯，投资达人。我只有两个，我用两个礼拜，我就赚了十几万了。干，削烂哎！真的削。削烂。好险！我早就把台股的钱退出来了。不然一直被收割，台股就是被收割的命。从8月川普出来选之后就开始被收割了，好险我早就跑了，直接转投川普概念股，直接把虚拟货币全部，我先买个电脑。刚好这被黑血了，被黑血，被黑血。嗯，呀，我有的币还翻两倍，干，超扯的哦。还有两个礼拜就翻了快两倍，干，超屌！哦，我现在觉得好屌，这鬼东西！我玩什么股票啊？妈的，玩这个不香吗？干！还有两个礼拜翻了两倍，我丢2万变4万耶，干！干然后睡觉睡就是买完隔天睡觉睡醒来就多150美金，干，好扯！睡觉都会笑。干，好屌！感谢川普，让我看见了经济奇迹。要不是我太穷了，本金有点少，不然我想我都把身家全下了。不要下全部，我跟你讲。我应该全下。你先全下了。应该全下了，我现在。我想想看。我现在获利哦，可能快20几万、20-30万了吧。利润太健康了，川普上任到现在，我可能赚了快30几万了。要不是你是台湾人，不然你也想投川普一票。哎，没有，我是庆幸我跑得快，我没有在台股待太久啊。台股闹啊。因为川普就是很彪，他就是点名的，就是要收割台股啊，所以我就把台股的钱全部退出来，然后全部丢虚拟货币了。哇，好爽！以前赚那个底线就很开心了，现在都赚个几万在赚的，好过瘾。哎呀，很惊喜的。
你醒来就看到那个几百美金、百美金在跳着，好过瘾啊！哇，谢谢上官，给我一点小发财的机会。我现在只恨自己没有实力，有更多的本金。如果有办法带个100万出来，我现在早就翻倍了。你没有办法带到100万，我连信用卡都办不出来，妈的！那信用卡到现在，信用卡怎么办不出来？有工作吗？有工作啊，他到现在都还不给我，都一个月了，他还不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搞那么久，太久了吧？我信用卡那时候办的时候，大概一周就给我卡了。我放了一个月。我哪知道啊，妈的，就问他，最后又补一下财产资料、财产收入证明，然后又没有然后了，又过一个礼拜，又没有反应，操他妈的！我连信用卡都没，我连信用卡都办不出来，我连贷款都做不到，不然我想贷个100-200万下去哦，妈的，现在早就贷，现在等赚300万出来都不对不起，干！你是怕这样讲话？是啦，我现在就是。我真的啦，我丢18万，我现在就赚30几万，快30几万了。好、哦，我现在就赚30几万嘞、欸，感觉我本才下多少？哦，哇、哦，我投资更早入场，30万，现在已经变成150万了。要比我更早入场，用更低的价格去买。那个准备拉、哦，我去破坏这边。对，其实我是算我这边赚最少的吧。我说我们大学这边怎么都没有在玩投资的，都没有人跟我交流心得，好难过。干你北就是啊，你哭过、哦？只是北在美股而已。买美股股票，而且价看美股。我最多就是买过美债而已，好破。美债很慢，美债很慢。我在现在投资多少？没错，但是其实是比存在银行还要好。Help bomb arm, clear the area, tagging location. Help bomb. 哎，看你放一下刀，一个月能赚个1000块也行啊，赚个差价就收手了。看我怎么感觉我这场打完要出门？要出门？嗯，对。我不要打的意思，你不要太有压力，我不太想打。哦，你啊！我决定了，投票以后投资虚拟货币，我也投一点点进去好了，多方投资。不要啊，股票不要投了啦，真的啊，废物。股票我那边还是会多一，还是会放一点，只是我放那一点是。要买什么、啊？在我应该还是会丢一些在那个吧，丢一些慢慢丢一些台积电进去吧。你、跟我一样，我现在只留台积电了。对，我应该还是会丢一些台积电在那边，然后其他再看要做的。啊，昨天900多块，哇、啊，900多还可以再拉一下，提到900就可以了啦。现在赚的钱就是或多，肯定是能赚或多或少而已了。靠，不要说那个。现阶段我是觉得丢虚拟货币是真的赚钱的，我已经赚到钱了。丢哪一个虚拟货币啊？你就交易所前十大最热门，随便点一个都可以啦，真的啦。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啦。现在的虚拟货币有到这么夸张？真的啊？这么凶吗？就算你只买以太币，你上礼拜买的，是不是啦？现在你就算买一颗，你现在也赚了9000美了。就啦，啊，讲错了啦，比特币啦，你上礼拜买的，这礼拜就赚了9000美了。比特是这样说。以太啊，以太可能砍个1/3吧，可能300美吧。300美也有点夸张吧。不会的。看，我还买那个。但你有听过爱达？你有听过爱达币吗？但是我看不懂虚拟货币，所以我很难，我不太能进，我不太会进。如果你能看懂，我觉得你都是看不懂的、啊，你放心吧，你不用看懂，因为他没有办法像股票一样可以看财报或者是什么线去抓、哎、那个只好而已，所以现在股票都把那个老师他妈一堆老师在带那个学底下的学生开始在炒作，妈的，我现在才不玩股票了，因为我也有加入那些炒作的群组，
对，我其实也是，就是跟着一波一波这样玩，偶尔玩一下，偶尔玩一下，就是他们有在对有赚到钱吗？偶尔啦，但我赚的比较少，本金不高啊，我本金不高，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夸张。那有的早就都买完了，都准备等着借人家上车的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啊，颜色要先对啊，所以看到他就先。看到他就先喊民进党万岁。我现在不想玩台股了，妈好废物。台股就是韭菜之旅啊。啊，都知道玩内线消息，这玩得过人家好吗？对。我宁愿玩虚拟，开虚拟货币，然后直接开个一百倍杠杆跟他玩。他妈的，还你的几率还比较高嘞。我台股根本我拿多少赔多少。不要强啊！我再也不想玩台股。是在想玩台股，台股很闹啊！台股现在就好闹债了，不想玩。我又是虚拟货币，我现在财产基本上都在虚拟货币。太棒了！这样，我明天能不能杀一台被毒就看这一波了。被毒100万一台够吗？不够。你忘记台湾？你忘记台湾的高关税了吗？台湾的100%关税，你在开玩笑？你忘记台湾？你赶快帮我弄出一台雪佛兰。我想要弄出一台雪佛兰。那没有1000万搞不定吧？没有啦，雪佛兰那个应该雪佛兰一黑羚羊1985吧，还18多少人？那个我记得好像没有，那好像没有那么贵。1985，那也快2000万嘞、欸。应该没有到2000，没有到2000，没有。我说它是年份，我觉得我这波撑死就赚个100多万而已吧。没有，我说那个18多的那个是它的那个年份的型号，年份的外形，不是说它的价格。我是说它的年份型号，年份型号我记得好像是18多的是比较经典的。那其实是很贵啊。那很贵吗？我看你们那个卖起来好像好像算一算折合台币好像100万应该可以结束了。那我可以买、欸。那我可以买。那我可以100万我可以买啊。那我可以啦，我明天就可以换了。照这个速度我明天就可以换100嘞、欸。那很蛮真，你在美国没有看到很应该有很多雪佛兰吧？还是没有？有啊，可是你那个特定年份的很少。是吗？一定要特定比较老的年份呢？如果是比较老而已，比较老年份就很多，可是现在都放都改装型，然后改到大改了，对，所以它其实价格也不会太贵。讲你娘！哎呀，车那些都是虚的啊，那只是个代步工具而已。Say hello to democracy。除了炫富以外，毫无作用啊。如果你不是爱慕虚荣的人，对你毫无意义。我车子是开起来男人的浪漫，副驾是不需要女人的，好吗？我们就是要开一个。我干，我的副驾是不会给女人坐的，我的副驾只会放我的充。你的这种人的钱就是最好赚的。哎呀，你想要的我明天看我的，我明天能不能开飞奴就看川普了，加油，川普加油！我看你还是赶快去买那个帽子啊，官方那个川普他们官方说那个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啊 ，Great Again 吗？看我觉得那帽子很屌啊，你要不要赶快买一顶？不用吧，我买它的概念股就好了。你要有信仰啊！你要有那个神物，你知道吗？你没想过我买那个钱，真的就我的那个钱就可能就翻个4-5倍了，不行，不好吧？那顶帽子才多少钱？我那顶帽子很便宜，不贵啊。有，那只是个小帽子，光有那个信仰加成。是啊，我选择用实际行动支持他。加油！加油！我哥，我，
反正我明年的年终会拿来投，我感觉我明年年终会拿来投。哇，好赚啊！好赚，超赚的。但到明年一月，它的趋势还是可以继续往上跑，可是我就不确定。确定呢？算了啦，川普还没下台之前都还有机会啦，真的啦。嗯，就怕是炒一波议题而已。如果是炒一波议题，然后又回去跌回去原位，就很恐怖。又没差，你看想看四年前牛市的高点的人。现在赚的有多爽，妈的跟我不用担心好不好？不用了，我有时间再把一笔钱拉出来。那个没差，全新的牛是没钱，现在只有9万多块可以哇，九万多美啊，九万多美，九万多台币，周末九万多美，你会有点凶猛。九万多美，你是有点凶猛啊！有啊，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啊！现在环节就是这样的，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啊！时机问题啊，时机问题。但是你要不要问？你要跑就现在投一投，真的不会亏，真的，我跟你保证。你可以问一下我们最大金主李浩啊。他有干嘛？李浩都投小股票了，李浩都投股票，而且李浩。他现在亏死了吧？我觉得没有，他的钱都在买，他的钱都在买蛇啊，就很坑爹，钱都在买蛇。干你娘，他那个你知道吗？他一个礼拜进来的蛇，大概现在花在他蛇那边的那个钱，大概应该已经花大概快要40万到50万在那边了。你说的蛇是那个那个蛇？对。是哦，但那个，但他跟德国订了好像5条吧，然后好像听说好像大概进来的时候在15万左右。干你娘，你要真是爆干有钱，你真的是推销他哎、欸！他把那15万拿去丢在股票里面，应该又是开丢在虚拟货币，应该又是开心的一天。对啊，如果像我一样上个礼拜放的，上个礼拜放的话，现在都翻两倍了。真的是，我现在都是翻两倍哦。干好过瘾哦！酷，我现在只后悔当时没有贷款到，当时贷款没过。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你不是？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你没有任何的信用记录，你没有任何的信用积分，所以没有办法用。对啊，不给我贷啊！怪我好想贷。没有，因为要有信用积分，你贷的层数才会高。而且你信用积分。信用积分就是你要有第一张信用卡，你没有第一张信用卡啊？我为什么这么早办信用卡？就是那个、啊，就是要用信用积分啊。啊，就是你有信用卡吗？我没有啊。你还是你办你的那个新转的那个账号，你新转的那家银行就好。对啊，我现在就在等他，妈的死都不给我。没有啊，你新转的银行，你也不用给他财力证明啊，你就直接把你的。存折印给他就好了。对啊，就是给他了，他就现在还是没回，现在是没反应啊，干。啊，你的薪水是固定的吗？还是你会因为加有调，也是有中间有差很多啊？就是每个月的，应该薪水都差不多，啊、都一样，固定差不多。对啊，对啊，所以来说，没有这个很奇怪，没有这个这很怪啊。你没有工作，其实超级稳定。对啊，按这样子后手会办不过，他就不给我啊！我都等了一个月，干抽不上又追吗？对啊，我觉得你要追一下啊，我好好追一下。对啊，因为我觉得上礼拜才去他们店，去那个银行里面才问过一遍呢。因为我是网络申请啊，然后一个礼拜就8块。我直接去他们那边办，他说这时候等卡就好，我去等卡就行了。干等了一个月，之后上礼拜又过去又要再等，干一样没有。是，都还没有寄出来吗？他是挂号信哦、啊。对啊，都没有啊，都没收到啊。因为我是网络，你有没有网？你有没有网？用网银？有啊，有啊。你网银应该找得到，他如果寄出来，你会看到啊。他有跟你就没有啊，那就没有啊。我的是网络申办，然后一个礼拜就把卡丢给我。我的到现在的卡都不给我啊，妈的，超智障的。
我有老子有钱，老子有钱给你刷新用，他还不要哎、欸，干超色色的，老子有钱哎、欸。马恩斯，你们现在美国还可以玩那个吗？你们美国还可以玩盗刷信用卡，就是把记住别人家的姓名跟地址，然后拿去信用卡那边申请，然后再那个他就会寄卡过来。应该是可以。因为我看美国连续剧的时候，看他们好像都这样玩，就说啊你啊你当啊你每天这样无所事事没有工作，真的可以哦？他说没有啊，就记录你家隔壁邻居的，你家隔壁邻居的那个姓名跟地址，然后帮他办信用卡。那家里面不会被坑吗？对啊，其他地方就好了。你可以就是地址跟那个收账单的那个地方可以不一样，我记得好像可以调，或者是就直接给他调网路账单。对，你可以用 paperless， 啊，就是他就不会有，啊，就只有网页可以读的那个 statement。对，然后那个家伙就会有事没事就负债一大堆钱。隔壁的他亏损就降低这样，关小了。我好像有人死掉了。哎，加油，川普加油，川建国同志加油。哎，中啊！川建国上了，加油！啊！等当时川普刚开始要选总统的时候还台股造血，我当时在玩台股，现在很不爽他。现在，啊，有钱就是老爸，有钱就是我的爹，真香啊，真香！我在台股输个一两万，在这边只赢了几十万回来，赢了十几万回来，干好过瘾哦。感觉这里干钱真的，你会发觉这钱真的好好赚的、哦。哇靠，这税行政部有150美这些人干，这个是时机问题。对啊，那个时机啊，我操的时机好啊，川普就是要炒，川普就是要炒虚拟货币啊。啊，我就跟了一波风啊，真的、啊。这种东西，投资跟投机只有一线之隔而已啊！我是很承认，我现在根本不是投资，我这个就是在投机啊！要诚实告诉你，现在在投机啊！要投机才有办法赚到钱，好不好？投资都只会被割韭菜，爸，看一下台股被割的什么德性，强如我们台积电，上个月高峰1090，现在看看996块，去你的！996。其实算，我觉得这还算是可接受。我看你身边有看过会友啊，会友那个才是割韭菜割起来、啊。我对那些垃圾没什么兴趣，不好意思，我只看大盘。没有，在你没有看到的小盘，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人家已经割到不能再割了，连续十五天涨停，然后等那些韭菜进来的时候，再给他连续10天跌停啊。那种东西它就